斯卡夫的被动技能每次普攻都会穿透目标，对目标身后的单位造成部分伤害。一技能莫斯卡夫向指定方向闪现，并短暂提升攻速和被动的穿透伤害，每次普攻都会减少一技能 0.7 秒的冷却时间。二技能莫斯卡夫射出一根箭把目标击退，若目标身后有地形障碍则会被射到墙上造成额外伤害并定住2秒钟，若目标身后有其他英雄或野怪单位，莫斯卡夫则双飞射晕两个单位各一秒。大招莫斯卡夫瞄准目标的位置射出全屏一箭，每命中一个敌方英雄都会叠加一定的攻击力，持续8秒。装备的话呢，很简单，除攻速爆激流，因为莫斯卡夫那个被动的那个穿透伤害它是可以暴击的。第一件呢，先做回蓝鞋，因为你要不停的使用一技能，不然的话你清晕打野速度都是非常慢的，所以作为回蓝鞋，这样的话一技能的耗蓝就能够补回来。然后先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装备，血色魅影它既有攻击力又有暴击又有这个攻速，出完血色魅影配合上一技能，莫斯卡夫的攻速已经很恐怖了，然后再做一个暴击刀补充这个暴击的伤害。然后呢，做一个无尽对决，首先它是有吸血的效果，然后这个无尽对决这个额外伤害，因为莫斯卡夫的一技能冷却时间很短，配合上它的被动，所以说它频繁释放的也可以频繁触发无尽对决这个真实伤害的被动。然后呢，再做一件攻速装，推荐猎魔巨剑，这个版本的猎魔巨剑还是不错的，吸血 A 5下之后吸血就有 20%， 莫斯卡夫攻速是非常非常快的，到达20不是什么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吸血刀什么的是不需要出的。我觉得这个版本吧，没有一个 ADC 需要出那个哈斯肯的血爪，就吸血刀，只要用无尽对决和猎魔巨剑加起来就伤害更高，然后吸血效果也更好。然后现在是因为那个风云者有 bug 嘛，他的那个被动伤害只有100-200点，如果风云者的 bug 修复完了，可能后期能够打出将近1000点的这个暴击魔法伤害，这样的话就把那个猎魔巨剑换成风云者，但是现在风云者这个伤害还是很低的，所以还是做猎魔巨剑，然后最后做一个破甲的这个破甲枪就可以了。然后如果对面没有肉嘛，你就做绿刀，然后你要做防御装备的话，魔抗做这个吃惊魔影，物理防御的话做这个蛮力胸甲。天赋的话，我这里选择是带跟这个克劳德一样的一个射手天赋，带吸血，然后暴击效果和最后这个普攻减速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它那个穿透被动是可以触发暴击的嘛，所以我带暴击效果。至于普攻减速嘛，因为别的两个天赋都没什么用，增加攻击力没啥用的吧，就 8%。 然后那攻速的话也没啥用，因为莫斯卡夫后期一技能一开就直接超过了这个最高攻速上限了，所以振奋也是不用带的，所以带最后一个这个普攻减速的这个天赋就好了，就是就算你就是没有角度可以把别人射到墙上，你用普攻也可以把人家碾死。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英雄克制关系，首先是莫斯卡夫比较怕的几类英雄啊，首先就是这个就贴脸控制的这些，因为莫斯卡夫他这个手比较短，之前好像有个人做了个评测，就是所有 ADC 里面莫斯卡夫的手是最短的，就不算雷拉的被动的话，这个最长的手是足球，但是上回好像足球的这个普攻距离好像稍微削了一点，反正当时我看这个莫斯卡夫的普攻距离是最长的 ADC 的这个手的2/3左右，所以可见是他的手是非常短的。然后你碰到那些就是单点就是近身控的那些周啊这种英雄，他还有免控吧二技能就很烦，还有马尔提斯这种二技能免控的，你推也推不走他，就会非常难受，然后就是会把你沉默掉的，一技能二技能全部都放不出来，就是哈卡特啊，纳塔利亚现在是不怕了，因为他沉默只有1秒钟的效果了，一秒钟他还是秒不掉你的，除非经济实在差特别特别多，那什么英雄都能秒你，这时候你只要不配沉默，你就可以二技能直接把他推走，就算你杀不了他逃跑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除了哈卡特这个沉默，莫斯卡夫就比较怕这种看起来好像是手短战士，但是它是有一定的位移的功能的，就是你要是稍微靠近它一点，它可能就进去把你控制住了。然后其他刺客的话，像兰斯、古希、莫斯卡夫其实不是特别特别怕，这个看操作的，如果在同等经济下，不一定兰斯、古希就能很轻松的把莫斯卡夫秒掉，如果你越塔杀他的话，说不定就把他射墙上。好，然后是莫斯卡夫所克制的英雄，刚刚我们说就多段突进的这个战士啊，对这个莫斯卡夫很难受对吧，但是你只有一段突进的莫斯卡夫就可以非常这个轻易的分针你，像是阿尔卡多，然后这个弗雷亚或者是阿格斯这种的就很轻松，就比较克制比较笨重的这种英雄，然后又缺乏控制的。然后凡尼是因为这个莫斯卡夫二技能是可以断凡尼的飞的，就是他到飞墙边的时候你刚好一技能过去把他射墙上，当然了也是看双方的操作的，就是莫斯卡夫是最能够最有资本就最有希望反杀这个凡尼的一个 ADC， 然后剩下的话我找不出来了，其实他就只比较克制一些笨重战士嘛，那我就放个小脆皮雷拉上去凑个数对吧，我这个前面素材里面也杀了好几波雷拉，因为他没位移很好杀，一技能过去对吧，二技能射墙上 AAA 就死了。好，然后是莫斯卡夫的小伙伴对吧，洛丽塔是所有 ADC 的小伙伴，但是他和莫斯卡夫也是非常配的，
就是比较喜欢这种单点控制的嘛，就是不然的话，人家一直在移动中，你可能就很难射到墙上。罗伊塔线一技能，对吧？点控，然后你找个角度就可以把它射中了，对吧？还有一些别的单点控制，像绝绝之类的也挺配的。然后大底罐，你可以大底罐先上去，对吧？把人扔过来，先扔到你背后，然后再二技能再接一个，就是两段回推嘛，就跟马尔提斯和大底罐的原理一样，就可以把人家就推回塔里来。然后是拉菲尔。莫斯卡夫主要还是打个分针流，对吧？一技能可以拉开，二技能也是拉开，然后一技能也可以突进，二技能可以射墙上这种的。然后拉菲尔的一二技能也是更加强化了莫斯卡夫的这个分针流的这么一个优点。好，然后我们就进入实战教学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范。今天这期呢，给大家带来一个莫斯卡夫。莫斯卡夫在这个版本呢还算可以，啊，大概在中上的这么一个水平。然后呢，我这边走的是一个中路啊，这把。先出一个回蓝，跟矮子思路一样，先出一个回蓝，反正你一级先清兵，你不可能去打野，然后清完三个兵，你再出打野刀也没有关系。好，然后是这么样子的，那个莫斯卡夫的强度呢，我现在认为就是最先这个，哎，这边两个人很烦，就不能让跟我安静对线吗？好，认为这个版本最强的是那个克劳德 ADC， 然后的话是莱斯利和这个凯利，然后接下来是莫斯卡夫和花火。啊，这边 buff 上路给凡尼，那我们这边就走下面拿下面的 buff。二技能射墙上有额外伤害，打野都可以用。他打野速度不算特别慢吧，因为有二技能这个射墙伤害。然后技能的话，我是这边带了一个猎杀，如果我走边路的话，我也会带猎杀。然后的话，其他队员其他这个技能的话，推荐带闪现或者是，哎呀呀呀呀呀，哎，我感觉要死了，哎，这边。怎么 boss 的？不是身上没东西了吗？好像是一个那个吧，可能是被那个他天赋烧死的，那个魔法狂潮的天赋烧死的。哎呀，很难受，中路打两个法师刺客，其实萨琳娜一个人就能把我秒啊。结果虽然说他有些，对吧，连招没连好，但是还有个古星的伤害，太不小心了。哎，我接着刚刚说什么了？如果我走，对吧，中路你肯定要带个猎杀了。啊，边路的话，你可以带猎杀，你可以带闪现或者带护盾，然后阵风不推荐，就前期稍微有那么一点用处，啊，后期你根本不需要这个阵风。猎杀的话就是发育快一点，不管你在中路还是在边路，因为莫斯卡夫是这版本的唯一一个适合走中路这么一个英雄，是吧？因为他这个有一技能这个被动的存在，他清兵非常快。虽然说花火清兵比较快，但是他没有抓人的手段，就到四这么一个大招没放中就很惨，但莫斯卡夫的话，这个二技能他就能抓人射墙上，然后有两秒眩晕还是不错的。来这边去下面看一波，先放一个大招，能够打中几个？哎，这边出来两层，哎，这边给娜娜射，哎，你那个大招命中几个人不一定要拖中，你看啊，你看没下面那个被动显示，二技能直接射墙上，再见，带走。这波 gank 非常成功啊，带这个野。然后接着说那个大招，对吧？命中的话，它下面不是有那个被动会提示嘛？如果命中两个人，他就有两层，不一定一定要拖动过去看。然后这边再回到中路清兵，一技能调到这个，把自己位置调到三个兵的一侧，然后把三个兵都打到。啊，对啊，有一点忘记说了，就莫斯卡夫那个操作设置啊，要把它的设置改为这个最攻击最近单位，而不是最少的单位，血最少的单位，因为它是 A， 哎，这躲一下这个技能，因为它是这个技能，它是可以穿透的，你打最近单位，然后靠被动去打身后的单位。如果你，然后它这个手比较多，哎，这边有个人走，直接。他要飞过来，我直接踹，我直接这个二技能射，不怕他的。如果这个，我刚说哪了？就是，嘿，我刚刚说哪了，一下子忘记了。我们现在打这个 buff， 这些古星搞了一波，想不起来了，我要说什么？想起来再说吧。这边大招放下，哎，又刺中两个人，你看下面被动就有。这边残了一个，我估计能不能混到一个助攻？哎，可以混到一个助攻。哎，好烦，我忘记我刚刚要说啥了。我们先看下面去抓一波。等一下，一技能，哎，过去射墙上，哎呀呀呀，差一点距离，感觉杀不死了。这边再来一下，哎，这边古星过来射射射射射，这边花火二技能弹走你，再来一下一技能，啊，我这边换掉，那没有办法，这古星伤害是有的嘛。我这边清一波兵，一技能。哎，我现在清兵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这边赛琳娜，你我这边你单跳，我肯定一技能二技能射墙上，哎呀没射中啊，你闪现走啊，大招。好，这边我准备啊，这边 view 爱丽丝直接绕后直接收掉啊，可以，我还想单杀他的啊。这边车来了，一技能走一步，没被他这个斧头射中啊。哎呀呀，这边有个娜娜，错了，我现在很烦这个娜娜哈。啊，这边无忧进场了，我们进去先杀这个车，这个车你要凉了，再一下带走。哎，这边娜娜。不要一技能射去啊！他靠墙，二技能直接射墙上，射！哎，再见！然后这边再回来打野。这娜娜也是比较烦的，这个哦，现在娜娜其实伤害是有的。我在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做个娜娜视频。娜娜并没有你们想那么废啊，她出了这个命运刻钟和闪电权杖之后，这个伤害是可以秒人的，还是非常高的。来清个兵。上路这边有个莫斯卡夫，来了，我们来搞一波。这边有个凡尼蠢蠢欲动是吧？我们先过去搞一波。哎，感觉不需要。嘿，我靠，就不能等我一下吗？我很烦。哎，这边来人了，啊，没射中。看一波，这边有个人，古星没刺到，这边等一下。算了，不去了。中间有个娜娜，想去搞娜娜。哎，这个猪头，我还有个陷阱，我一技能射过去，二技能找个角度，哎呀，没角度，哎呀，这边走，再射走，哎，撤，哎，难受，我刚刚被他看见了，二技能在草丛里放个猪头，然后又踩了个陷阱，这也是真的难受，就这个刚刚也没有找好角度，然后虽然说是换掉，他还是挺亏的吧。对吧，本来是我去杀他的，虽然说杀掉然后又被车收走了，被车撞了一下带走了。好，没关系啊，我们接着这边大招先清个兵能不能。哎，清到就很舒服对吧，五个兵清到一个。大招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一定要用来打人对吧，因为其实很少这个残血能力给你收的。你也不一定一定能刮到那种特别残的血，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哎，这边四个兵还在，那我等于说五个兵都清到了。大招有时候用来清兵对吧，收一个钱也是可以的。想想你一个这个补到一个兵好像有七八十块钱吧，你大招撕一个人一个助攻也就八十块钱，这样想想是不是很舒服啊。你万一听到两个残血兵对吧，兵是不会动的对吧，比打英雄舒服多了。当然团战支援的需要你大招伤害，那还是可以刺一下，刚刚没打团嘛，就补一波兵就可以了。你真想靠大招收什么残血人头，其实是并不是特别你想收就收的对吧，除了你打得好呢瞄得准之外呢，你要他刚好就在那个位置是吧，不像奥拉德这么稳，我想赢他一步。哎呀，你怎么就走了呢？我以为他要进来直接想把射墙上，然后他扭个屁股又走了，急了一波，应该再等一下，等他再进来点再射的。哎呀呀，又踩到个陷阱，哦呦呦呦，哇，突然之间就被消耗掉了三分之一的血，不没关系，我们吸回来点，再去打个小野。二技能猎杀，直接一个平 A 就带走了。现在我伤害已经挺高了，暴击刀已经出来了，再出上这个无尽对决，我的续航能力也出来了。好，接着打野。莫斯卡夫呢发育还是比较快的，这边对面莫斯卡夫在这边清兵，哎，他往这边走肯定要打这个野，估计阴他一波，美滋滋这边有墙壁，一技能调整角度，二技能直接射墙上，擦直接带走，开心。莫斯卡夫呢对吧，我刚接着说发育还是比较快的，因为他清兵有这个穿透效果嘛，然后打野也可以靠二技能这个上墙，然后造成比较高这么一个伤害。来，这边先看这波团战。这边哎呀呀呀呀呀，又变猪头了，往后绕一步。哎呀，我们的马蹄子死了，没有办法，我正在被猪头追赶，救不了你这边一个车。二技能射墙上，晕到了。哎，我先打你这个车。哎，我打得死你，打得死你。哎呀呀呀，打得死你，一技能过去再打得死你。这边还有个娜娜，等一波技能。哎，二技能也晕不到，这边再探一下。哎，这边反击上来了，一技能过去射，二技能射墙上啊，直接被这个射墙上的一下伤害带走。莫斯卡夫这个英雄刚出来的时候，好像。这个普攻的这个穿透有70%吧，啊，萨琳娜直接射墙上，啊，没射到墙上，不过直接把击退，哎，成功把凡尼救下来，凡尼没死，啊，开心。这边直接射塔，哎，射不掉，我们接着回来清兵。Death is
啊，青野。莫斯卡夫刚出来的时候是这个中路扮演时代的那个最先开创者，因为莫斯卡夫刚出来的时候，然后这个野怪的位置也调整了，原来那两个野怪他不是在一起的，然后的话清兵就青野就没那么快，就一下子到不了四级，没有人来，本来想阴博，那么这样的话就直接把这个塔推掉。哎，这边莫斯卡夫来了，这边一技能射，哎我被他射掉了，大哥我太膨胀了，哎呦太浪了，心里在想着别的事情很烦，哎呦我刚想一技能调整个角度把他射墙上，结果我给他调了个角度被他射墙上，你看我经济其实比他高3000对吧，但是我一被他射墙上我就没有办法，我就只能死，经济再高都是浮云。所以说这个游戏呢选阵容是吧，控制还是比较重要。好，我接着说我刚想说的话，就是莫斯卡夫刚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野怪位置调整了，然后由于他这个哦可怜的花火，由于他的这个清兵速度非常快，然后发育速度也非常快，当时他的这个被动伤害好像我不知道记得多少，好像70%还去哦，攻速是增加70%，就一级的这个攻速啊就直接能增加70%，一级的一技能就非常恐怖，然后一技能之后那个穿透伤害好像有120%这样子，然后发育就非常非常快，你就不杀人就只清兵打野，你经济会达到别人2倍，然后就一直流行着这个莫斯卡夫中路发育扮演这么一个打法，然后中路的传统法师就被压制了，然后打野位置也没了，然后新出的英雄呢清兵打野速度就越来越快，那么兰斯洛特古星这种对吧，都越来越快，然后就彻底埋没了这个打野的位置。哎，这边古星一技能二技能射墙上直接带走，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先溜一步先溜一步，根本没看到那个莫斯卡夫，但是他那个被动伤害穿的我还是很疼，对莫斯卡夫玩的也还行，感觉他杀了我一波杀肥起来了，我是挺肥的，杀我一下500块吧，哇很难受，我的锅太浪了。但后来就莫斯卡夫被削了一下然后就不行了，最近两次稍微加强了一点又可以玩了，虽然说没之前那么强了，但是他发育速度还是不是盖的。这边凡尼直接冲上去帮忙，哎他算了直接打野吧，我想要这个 buff， 哎拿走了，我打抢的是对面的 buff， 哎你也不能特别怪我吧。那对面这边凡尼还古星在打，在抢着 buff 过去看一眼，哎这边莫斯卡夫也来了，哎这边也好用个萨尼娜球，哎啊萨尼娜这个技能到头了，又被刺了一剑，烦，我刚以为那个萨尼娜技能反正我就没敢打。其实那个莫斯卡夫来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以直接把他射墙上，但是我被他那个二技能吓退了，但他其实已经到头了。哎，这边娜娜一技能过去，二技能射墙上，哎呀刚好一个空隙，哎呦我被变猪头了，很难受。哎，这个二技能对吧，虽然看好位置了但还是要有一定的运气的。哎，这边我们就想搞这个娜娜过去，二技能射墙上，你死了，哎可以，哎这边一技能过来，等一下等一波，这边一个车，我现在破甲弓没出来，哎呀呀呀呀呀，我感觉要死，然后我被那个莫斯卡夫串和队友串成一串了，对吧，晕了一下，然后我技能也没好，哎感觉要凉啊，这边一个1-6一个1-7，怎么回事，我怎么感觉很顺的嘛，怎么突然就炸了，我要把这个破甲弓出来，这个车太肉了，很影响我，而且他一直刚在前面，我不管是对吧射值血最少或者是打最近我都打到这个车就很难受，我要是对这个车没伤害的话就很难打，没关系，哎不会被一波了吧，我这边烦你回家兄弟，这边行还好，哎他们不会扛着拆吧，还好兵没了，能不能直接我复活，好我们先射一箭，他能射中几个人，好射中3个人，我这边加了一波攻击力，有持续8秒的过去打，别人一技能射射射，二技能再射一下，直接把莫斯卡夫带走，这边还有3个小残血，哎呀呀呀，变猪头啊，又中了个陷阱，哇古星过来，二技能射走，这边带走，一技能再射一下带走，这边还有个娜娜，走，哎呀又变猪头了，你们控制能不能少一点，哎我这边再等一波，哎呦呦还有个大招，还耶啊这个紧张，哎呦呦还有个猪头，哎算了不杀你了啊，你看我这个吸血啊多快，所以说吸血导师真的不用出，哎刚刚吓得我这个
按了一下音量键，能把我身体都遮住了，紧张了一波，不然可以四杀的。把这个主宰拿掉，把握好机会。哎，这边车开过来了，我想搞一下这个车，他开到哪里去？哎，这边破晓江出来了，哎，射他！哎，这边娜娜，哎呀呀呀呀！反射射，哎哎哎哎，这边爱丽丝直接绕后啊，可以把这个带走。这边还有个车，一技能射射射射射，哎，这边躲一下这个云三一娜过来，这边等一下，二技能射墙上，先跳走一波。哎，这边奥斯卡不是直接被夹到，那应该可以直接带走吧？哎，他好像闪现走了，哎，把这个车带走。然后这边再射一箭，先把这高地塔可以推一波。哎，我们这边可以反推一波了，刚刚那波三杀非常开心，对吧？刚刚那个其实就是莫斯卡夫离我最近嘛，所以就直接挡住他，二技能直接射墙上带走，这边直接撸，我扛塔有什么关系呢？我吸血快，好，直接获得胜利，直接一波反推，对吧？这个莫斯卡夫刚刚也是运气比较好嘛，对面是莫斯卡夫其实是满血，但还是被我秒了，我所有火力都集中了他，因为他离我最近，因为他一技能贴到我脸上想打我，然后就被我搞了。好，这波也是获得了一波 MVP 啊！我终于想起来了，我要这个说什么？就是刚刚被打断的一个，哎，对面好像吵起来了，哎，这个就特别开心，看一下他们说啥，看一下他们说啥啊！他们在怪这个强森对吧？最后开了一波。哎，那也没办法，他想抢这个龙嘛，他这开车出来的时候已经没了，我们已经把龙打掉了。哦，对，我接着说上次被古星打断那个，就是我操作嘛，调这个打最近的这个目标，首先是莫斯卡夫这个有穿透伤害，第二是因为莫斯卡夫手特别短，就算你是 ADC 你手还是短，就比一些别的近战的一些英雄稍微长了那么一点而已，就是比卡加稍微长一点这种程度吧。然后如果对面残血跑的话，你就会造成很严重的这个拉扯，就会非常难受，你可能就进到人群里面去了，所以要选这个攻击最近单位这么一个选项。这波最后这个翻盘对吧，基本上也是靠我一己之力把这个人翻盘的，也是打了 40% 输出。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场边路的莫斯卡夫。好，我们这边是有一个这个新英雄，这个叫什么树人大树，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啊？我忘记他叫什么啊？加迪恩对吧？长得像哈卡特，俗称哈卡特他爹，他跟我一起走。我这个本来是上期我就说了，想看一下这个能不能试一些什么套路什么的，但是还是没什么，就没什么特别可以讲的，就加迪恩这个英雄嘛，就操作也非常简单。然后他装备的话，推荐做一个反甲，然后。可能有个误区，大家哎，你不帮我打 buff 吗？我以为他就直接走啊，这边有人是吧？那我们先把这个也打完再来帮，到二级再来帮了，不然的话没用。好，带走，我们这边有个射墙上，哎，这边剑锋，哎，可以，哎，他好像是二技能还是闪现直接走了？哎，他好像是带了个闪现吧？这个剑锋，带闪现的剑锋，他一级没有二技能。哎，这边我估计这个剑锋是被加迪恩的这个二技能被动弹成这么惨的。哎，这边你往这边走啊，但是我不太想搞你，我想搞这个剑锋，等这个剑锋能不能脑子热一波冲过来，我就二技能给他射墙上。哎，你过来，那我再搞你，搞你也行吗？哎，没搞中。哎，这边直接打剑锋直接过来，我应该平 A 可以把他搞死，进草丛了是吧？再一下收走，这边一技能，这边二技能，哎。他直接闪出去了，那没办法，刚好想那个两个人叠在一起嘛，二技能刚好可以双飞两个人，但是二技能刚好射的时候，那个龙一个周一个二技能直接走了，刚好免控，然后就算没免控的话，那个位置也不是两个人了，就位置也不是两个人粘在一起，那就没有办法。然后接着说一下这个加迪恩这个英雄，就是他这个除非出个反甲。就物理防御推荐出蛮力胸甲和这个刀锋护甲，这边你。哎，怎么这个残血叫你走你不走，你要死了。我、哦、刚刚我二技能也是慢放了一波，这边剑锋你才两级二技能射墙上，哎没射到，那哎这个古星不是，我很烦，我要拿这个加迪恩出气，
发了几波撤退，这么点血就是不走。我这边经济我还最高的，还可以，还行，没关系，我们接着打回来。啊，接着说加迪恩这个英雄，就物理防御嘛，推荐出蛮力胸甲和刀锋护甲。魔抗的话，推荐出这个，出一个是叫什么？神域啊，然后另外一件你出这个女武神庇护，出复活甲随你也无所谓，然后再出一件就天空盔嘛，加血量的，然后还有一个是鞋子，我推荐你到后期也不要慢，因为这个英雄他好像移动速度比别人稍微慢一点，然后技能推荐你们带闪现，不然你二技能加速了跑过去也不一定打中人，然后不带闪现的话带坚壁也可以，就配合大招，这个是非常有效果的啊，还有他那个大招好像是对防御塔减伤，对防御塔好像是无效的，但是坚壁是有效的啊，就这个稍微提一句，然后别的也没什么好做的，这个英雄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靠吃非常吃队友，然后就进人群弹伤害扛伤害就够了，就有个误区就是雷霆腰带不要出，我一开始也出雷霆腰带就没什么必要，对吧，回蓝你也没有必要，就因为他这加攻击什么减速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首先你伤害的话你加攻击这么一点靠雷霆腰带伤害肯定没有反甲反的伤害高，然后你这个减速的怎么，我反正二技能过去已经有眩晕了，让你这个减速感，哎这边神乐直接过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就不敢伤啊，这边三个人主要是有周剑锋他们大招都能直接贴脸，这边加敌人上二技能射中墙上，这边再一剑，哎可以，这波非常搞笑，哎我们先等一波大招，刚刚我是射到了一个剑锋身上，然后剑锋刚好一个闪现过去，然后把我的普攻带过去了，哎这个龙没打死，哎不这个剑锋残血没打死，他可能直接回家了，没躲在草丛里，我是往那个草丛瞄的嘛，刚那个一个普攻直接带了过去，然后直接被这个我的被动技能穿透给带走了，本来是可以逃掉的，啊不过剑锋不闪现剑锋死一样，他们总有一个人要死，然后接着说加迪恩对吧，反甲配合上他这个，哎这边哎就一波神乐直接射墙上，这边一技能带走，这边还有古星是走了，然后刚想说什么来着，啊加迪恩这个特别是我刚上一期视频的时候说他特别怕克劳德和凯莉对吧，凯莉其实是有点怕，但克劳德是真的不怕，我后来才发现我做了反甲之后他一个大招打我刮了没几下他自己没血了，我一个人跟他们对面四个人打对吧，有克劳德啊，虽然我最后死了但是克劳德比我先死，而且先死很多，哎这边这个加迪恩在干什么啊，直接二技能救他一波，哎他一个闪现二技能把对面串一串，成功把我们这个队友救了下来，哎你还要回头，我感觉他要死，哎这边二技能，哎呀我也要死了，这没办法，一技能马上好吃口药再走一波，哎可以没让他这个普攻出来，他这个可能是带一个被动普攻啊，就可能直接带走了，很烦难受，刚刚二技能没射好，那古星这个爆发还是太快了，就一个残血不是想象的这么容易，对这个神龟射一箭，哎他没在打，哎这边是 buff VU 在这边，哎感觉 VU 被，哎可以直接把剑锋怎么死打，不是两个人包他一个吗，怎么反杀了，哎感觉很舒服嘛，这边先打一个炮车接着清兵，这边我下路三个人，哎先清个兵，莫斯卡夫呢我现在我喜欢清兵胜过于打野，为什么呢，因为清兵很爽啊，就一个箭射过去带着穿透能打三个人，哎这边这个领主刷了，本来想打个神龟，这个领主大概是在6分05秒左右刷，还挺快的，哎他们草里应该没人吧，我稍微嚣张一波，哎对面有个雷拉，我才发现都没看见他，我感觉这个雷拉是我这个射这个目标了，这咕隆咕隆嘎在这边调一下位置，现在不是特别敢上，对面这个单点控制都非常非常多啊，这个剑锋啊这个什么啊，还是下路先守一波塔，这边古星先带掉，那我们先清个兵先发育，哎呀呀呀你跟我打吗，我不怕你，你要过来我是不怕你的，单挑我是不怕你的，哎古星去中路了，那我们也去一技能放下，你有一技能就放吧，然后普攻反正可以捡这个 CE 的，二技能直接射，哎呀呀呀呀射到这个东西了，这古星算了不打，我是想射古星的但是射到那个人，
反正因为是这个那个东西离我近嘛，没有办法。那有时候是会发生一点这种事情，哎呀，你没跳过去。这边就是在河道啊，还有这种野区狭窄位置，就是比较二技能比较好射墙上。你一个人，你这个人，哎，我这边二技能直接射墙上，哎，一技能小兵帮我挡了一波，但是我也不太敢进塔，这个东西比较灵活。如果像雷拉这种，我就直接过去，对吧？二技能可以很轻松的把它直接射到墙上，但是古星就不一样，就是。雷拉这种的吧，我如果射中没射中他，我失误了可以逃，但是古心我失误了没射墙上就凉了，很可能被他反杀一波，因为他有两段大招这个突进嘛。哎，这边这个雷拉，哎，非常开心就想搞你，哎，先等一波技能，先把一技能刷出来用被动。哎，这边过来射射射射射，哎，你往这边走，那我就不射你了，直接带走。我本来想把他射在这个防御塔底座这边，但是他不跟我打，他就一味逃，然后这个角度就不对了。那你逃，那你也得死，对吧？我接着打这个防御塔，你们在上路打架，我们先清塔。哎哎哎，一技能加步攻速，好带走。阿莫塔夫主医药，这个应该没什么可说，就穿透伤害和这个攻速都会增加。你踹我啊，干什么用的？哎，他这边我零被他踹之前，我二技能放出来了。互相踹了一波，他没把我踹塔里，可是我把他射墙上。这边中路清波兵，哎，这边节奏啊，好像也不是特别顺吧，16-14，哎呀，队友不太行，感觉。这边他们好像刚刚谁说了一下，都很卡，加迪尔很卡，好像娜塔莉亚也很卡。那没办法，那可能要像上把一样，一个人 carry， 但是这把对面不是那么好 carry， 感觉对面这个周啊，就周和剑锋在这边，就他能够特别无脑锁定我，这个就很烦。这边先过去，哎，后面有个雷拉，哎，一技能过去，二技能射墙上，哎，你死了，开心。这边还有个周，一技能过去，哎哎，射射射啊，触发这个减速了。这个就是射手天赋的这个减速，我忘记是多少的概率了，反正也其实挺小的，但是我架不住我攻速快，对吧？而且一技能过去能够打好几下的。你这边能不能清一下这个上路塔？你们去清吧，我去中路推波兵。那这边我经济还是最高的。好，无尽对决出来了，清一下中路塔。哎，先射一箭，哎呀，这个剑锋来了。那我就不太敢了，一个人是没什么关系的，主要是他队友都在身后，然后他这个定点控制还是很烦的。也先走一波，要保持在他的这个大招范围之内。哎，娜塔莉亚这边是想进场吗？怎么直接没攻击隐身就被破了，然后就被剑圣。哎呀呀，走一波。哎呀呀呀，哎，这哎，他怎么有三个大招的？哇，这个人真的是。哎，你搞你，哎哎哎哎哎，射，这边带走，调整一下位置，接着射这个周，哎，他直接闪现走了一个大招，哎，偏紧张了一波，没关系，我们接着清兵，光嘎开了三个大招，他是应该是放一个，然后被控了取消了，然后再放一个又被控了又取消了，然后最后一个放出来，但是也没敲到人，你想敲我是敲不到的呀，哎。莫萨夫有的时候就如果在守塔的时候吧，最好是哎就是在进攻塔的时候，对面在守塔。对吧，如果是就雷拉这种就比较好杀的，就尽量先直接越塔把他射墙上再杀，不然你推塔的话就像刚刚就是会有穿透伤害打到墙后面的他，然后就很难受。哎，这边奥技能直接射到两个人，一个奥大招直接穿心，这边往后拉一波再直接射死，这边再一个奥技能又射到两个人，哎，这波非常完美，这边我还想杀，哎，这边雷拉，哎，你跳大，哎呀呀，被跳起，哎呦呦呦，痛，这又被嘲讽了一波，走啦，不敢再浪了，被雷拉点一波就要死啦。好，直接把这个野怪带走。哎，这边，哎呀，难受，浪了一波，被这个印度怪叔嘲讽了。太自信了，我没想到这个嘲讽，没考虑进去。这个娜塔莉亚是在干嘛？我突然感觉这把不是那么好打。
sorry， OK， 他不看来不是特意送的，只是这个稍微技术出现了点偏差。我现在在研究一个叫什么两刀流的这个娜塔莉亚，就是能够在一秒钟之内秒掉他，就不然的话你现在沉默削了之后就非常难受，你秒不掉他，人家有这个技能了直接放一个就走了，或者就把你我莫斯科夫直接就把你推走了。就在研究一个两刀流，就两下普攻直接把你带走的这么一个流派，但是现在还缺乏一个唯一的，缺乏一个这个，哎呀呀呀呀，又被抢粉了，一技能往后走一波，哎呦呦呦，直接跳进了，哎，不是，我被，可以啊，对面思路很清楚，先秒我，我又在想别的事情，打游戏还是要专心，这边这个前锋能不能死呢？能不能死呢？这边周，哎，这个剑锋绕了他们一大圈，哎，不会没死吧？这边娜塔莉亚过来了，呀，你打的是谁？他回去了，他好像，他还开着这个飞镖在嘲讽，哎呦，带走，哎，这个剑锋没死，哇，感觉没了我这输出，他们就完全不够了。那个娜塔莉亚。娜塔莉亚就不是他玩的不行，对吧？这他可能 是稍微玩的不太行一点，对吧？但是这个娜塔莉亚被削弱之后是真的很难受，沉默就一秒钟，你根本秒不掉人。然后就说这个娜塔莉亚，对吧？就研究一个两刀流的流派，就不是攻速流了，就出纯暴击的，把暴击率达到100%。起码要90%，然后带这个暴击效果，然后现在就差一个条件呢，就是什么？就期待这个风雨者的这个改动，把风雨者这改动改完了，就 bug 修复之后就能生效。啊，这边两个都没，啊，雷拉死了啊！你嘲讽过来，哎，我感觉这个人一点都不肉啊，直接混了一波，全部起来，全部杀死。刚神乐对吧，一个大招连住，然后我靠我这个被动穿透直接是非常的爆炸，哎呀呀，哎呀逗逼了一波，脸撞墙了，哎，难受。现在每下暴击都有1500，然后啊，我还没说完，就娜塔莉亚的吧，这个两下最多三下，然后带一个石化，靠这个石化的这个就所有技能都不要放，就靠被动技能，然后和石化A 先 A 两下，然后再石化再 A 一下，因为石化是可以触发那个无尽对决这个被动嘛，再配合上暴击就三下把对面秒掉。但是我现在这个也是比较后期，然后的话伤害也不够，就缺一个风雨者修复之后的伤害，我之后等风雨者出来之后再试一下，不然的话两秒钟一秒钟秒不掉人。哎，这边哎，这边等一波，哎呀呀呀呀，我就在边缘输出射墙上，哎哎，你死了。这边古星过来拉开，再次二技能射墙上，哎没事，哎这边咕噜咕噜跳大拉开，你死了。这边再 A 一下，你死了，可以完美。哎，不是我的头啊，古星，只有一波双杀，怎么没有关系？哦，刚刚我以为能够射两个人，古星，然后刚好错位了一波，没射到，但是无所谓啊。这边出一个这个，哎呀，我直接膨胀，哎，二技能没射到。哎呀我要死，哎哎哎呀，浪了一波，哎呀难受，这个防御塔推不掉了，很伤。我的问题，我是想把它直接射墙上的，射那个防御塔上的，但是它一直往后退，就是这个角度嘛没有把握好，就很难受。哎，这边看起来我们还优势还挺大的，但是这波高地没推掉还是很伤，因为我感觉后期不一定能打过他们，就你后期雷拉对吧，有的很好的保护你不一定能进切的，我又不是个刺客，等后期雷拉起来了还是比较恐怖的。现在雷拉伤害已经有了，虽然说他加了个防御塔才把我杀死，但是他还是有伤害的。哎，射中，你们什么都没看见啊？他这个箭也什么都没射中，没关系，我们接着先打野，尽快把这个装备都输出满。哎哎哎哎哎，我们这边怎么都死啦？
啊，这边奥技能射墙上，哎呀，他又这个调整凌波位置，就很烦。这边再调整一下，准备这边古星想来搞，我这不怕这个古星，这古星玩一般，奥技能直接射，哎、射到一个这个啊，难受啊！这边剑锋直接哎、啊，大招空了，因为他直接带走了。其实，在打架的时候还是不要放大招，我哎，我死了，哎，难受，我就想事情呢。就是打架的时候吧，就我还是会比较紧张，有时候想大招收个残血。其实你刚刚对吧，一下普攻也是可以把它收走的。大招的话，这个前摇就把你自己在这个定住了。所以大招最好是在你要么追残血的时候，对吧？放大招这个用一下，或者说就是啊，对面这个肉果然没出护甲，那么我就破甲攻击不出了。反正做那个噬君魔影就是为了挡这些爆发性的伤害，像剑锋、古星稍微有点容错率。哎，就像这种就 ADC 嘛，就是就像我上回，哎，没换掉，干什么呢？娜塔莉亚，你就等我们打团嘛。现在娜塔莉亚真的是很难受，她秒不掉人，就古星对吧？一秒钟秒不掉她，大招直接跑了。而且这个娜塔莉亚还在很卡，一直在抱怨，非常的卡。感觉这局突然感觉不是那么的好打了。哎，这边他们推进，奥技能直接射墙上，哎，这波和周的配合不错，直接带走这边古星，哎，他直接走了，这边奥技能在射退他，射带走，哎，还差一下，这边剑锋来搞我，这么惨的雪女来两下直接带走，这边还有一个雷拉奥技能，啊，那没办法了，尽力了已经。我是这边，哎，高地要没了，啊，不过他们好像没兵，雷拉是可以无伤点塔的，不过这个伤害，出一个什么呢？蛮灵胸甲吧，反正对面这个东西不出护甲的，我也不是很想出破甲。虽然说他这个被动好像是有破甲的，他被动好像有护甲吧？哎，那我到时候再看吧，我装备都买完了。好像是根据雨损的血量，哎、他杀雷拉，哎杀不死，哎呦这个娜塔莉亚感觉要死。不是朋友，能不能不要再这样了？他每次都在开团前死啊。他就沉默那个人一秒对吧，然后那个咕隆咕隆嘎好像能嘲讽他 1.5 秒还是2秒还是怎么样，好像也就一秒，但是他不在那个烟雾弹里面了，被雷拉点几下就没了。哎，奥技能射，哎没射到，来这边拉开走，这下射到了，射墙上，哎这边周，哎还想来踹我，奥技能再射墙上，哎开不开心，哎我这个后面奥技能怎么一点伤害都没有，刚刚普攻了好几下，哎呀这个剑锋又来了，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大招啊，哎我感觉刚刚打周那几下后面几下都没伤害啊，不知道为什么，他是开了什么免伤的吗？好奇怪啊，还是什么，我想出一个这个破甲枪了，感觉这个叫什么，那个坦克没不是那么的肉，但是这个、哎、这边草里有个古星，哎你要不射过来，我想等他过来，哎呀人多了，走，我想等他过来，然后二技能这边随便射啊，这个哎呀直接射墙，哎这边这么多，哎我被这个周救死扶伤脚救回来了，那么就接着打这个，你看这个人是不太肉的，还是周更加肉一点，感觉这可以带走，刚想找机会射过去，然后刚好没射到，那个古星又走到空隙，感觉自己要凉了，你看周把我踢了出来，很开心。那么你们先打吧，我把这个线带过去。这边、哦、我们娜塔莉亚又死了，你们先射一下，把这个兵先带过去，再过来，你们好像要凉了。哎呀你一技能二技能是。为什么还有大招啊？不是刚刚打你们难道没用大招吗？啊，不过还好我把兵线带过去了，就他们不至于一波，如果刚刚兵线没带过去说不定就被一波了。就你每打一波团战要想好你为什么要打这一波团战，你如果你这波团战赢了你能干些什么事情，就现在已经到后期了，就不是为了什么经济，你看我现在装备已经完全溢出了，把先预购一下这个力量药剂，等
待会开团的时候再打，先死亡的时候不要买，浪费时间，对吧？你每后期每打一波团战，你要想你这波团战为了干嘛？如果你三波兵线都非你，如果你的兵线都非常的不好，就可能有一波都快推到家了。这时候如果你不把它清掉再去打团战的话，如万一输了，对吧？赢了还好，对吧？没关系。万一输了，对吧？就很炸，你这直接对面就把你剥了。所以一定要在兵线好的时候打团战，或者说对面你这波哎不是为了推塔，你这波可能是为了什么抢主宰啊或者之类的，就是你每打一波团战，就想好自己为什么要打这波团战啊。但是可能路人对吧没有你想那么多啊，但是没有办法。来这边先看一波。这边剑锋，哎，他没大我大到 VU 身上，直接二技能射墙上，直接带走了。这边你还想走？哎，算了，你可以走。这边有个竹子搞我，哎呦，我被这个主宰锤得很痛啊！先打一个这个领主，哎，不然古星娜塔莉亚还在后面追是吧？我们先等一波。哎，你过来，找个角度想，你再过来，我就直接把你射到侧面墙上。哎，再清波兵，哎。我现在清兵还是没什么压力的，不管你是超级兵还是什么东西。这边，我被穿了，我感觉要凉。这怎么就没关系？再打这个龙啊！这边直接把射古星射在这个墙壁的这个边缘上，直接带走。哎，这波运气不错。我又紧张了一波，刚刚那一波实在是太刺激了，就不要放大招啊！切记打团的时候不要放大招啊！不过你，他跳走了，那让塔利亚去追吧，我是追不上。打团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大招，你就一技能普攻，对吧？有人在墙边，你二技能射他一下就可以了。跟那塔利亚一样，打架的时候不要放大招，不要手一抖，觉得自己这个大招很厉害就放出去了，结果是让别人跑了。刚刚我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算我大招刚射中他，其实我也是秒不掉他的，就看着他走。不要紧张，但我还是太紧张了，刚刚那波实在太刺激了，就这么一点残血，然后收掉了周。然后那古星刚好过来想搞我，被我射到了那个边缘上带走了，可以说是天秀了，但也可以说是运巧。现在这个战争已经白热化了，这个家庭在家里是挂机了吗还是什么？感觉现在不是好特别打，不，感觉不是特别好打了。娜塔莉亚呢一直在开团前死，然后这个家庭一直在家里是吗？buff 给 VU 就好了，我这边已经有个 buff， 而且就算我没 buff， 后期我也不太吃这个 buff。走啊，娜塔莉亚又去搞事情。哎，我感觉他要凉，救他一波吧，他凉了我们也凉。哎呦，这个人直接大我，他看见我了，二技能射墙上，直接完了，他们全在，哇，死了。现在家庭出来了，就周还在下面，对面五个人一直是抱着团起来的。哎，这波凉，要被一波了。虽然没有兵线，但还是会被一波的。一个周，哎，这个家庭应该是挂机了，那没有办法。被五个人强奸。哎呀，这打的还比较精彩吧这局，但是可能要输了。你看，这家庭应该是挂机了，他在上路一直在带线，没回家。我们现在最快人。哎，凉了，没有办法，你到后期一个人挂机，一个人带线，对吧？还有一个人一直在想找单秒接。哎，你不是你没秒，你想秒那些人对吧？你没成功，送了几波，你自己不能意识到些什么吗？就意识到我自己其实是秒不掉他的，还要去。娜塔莉亚这英雄现在不是特别强，然后又削了之后嘛已经不行了，然后你还卡，还每次都要去的，没有办法。然后对面是五个人团，一直在团在一起的，我去打最后一波团是为了救娜塔莉亚，但是对面人实在太多了，对面一直包在一起，我自己也失误了一波啊，但是可能不失误最后还是会被他们推掉的。那就这个后期这个打团时机啊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就你一定要想好你为什么要打这波团，我是为了只纯粹的想杀人呢，还是我打完这波团我可以推掉这个塔，还是我打完这波团可以就把对面野区资源什么清关一下，把这个领主打一下之类的。如果这波团战输了会有什么影响？当然你可能一个人这么想你可能没用，因为队友都这么上去了，你觉得这里应该不该打团，但是队友上去你也必须上。但是你可能跟队友比如说开黑的时候，对吧，就是比如说如果五黑四黑这种，这些就比较重要。如果你们在语音开黑的时候，就这个打团时机就比较重要了。
你看我这边队友他没有这个抱团意识，老是想着自己单带，那就没有办法。我是想去救他一波，但是对面是抱在一起的，我们没有，那就没有办法。我就是一个小小的 ADC， 是个小脆皮，而且到后期了大家都发育起来了，也并不是啊我一定能一打五，而且对面控制也比较多，在不该打架的时候打架啊，还有可能是他们比较卡，还有挂机，这就是我们这把输的原因。但是我有几波操作还是比较精彩，对吧？就摩卡夫就几个点，用一技能调整位置，在这个团战的边缘输出，然后用二技能射墙上，然后就是对面人比较少的时候，不是五个人那种，就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你可以一技能突进，然后这个时候一技能调整位置呢，是为了把人家射墙上，而不是为了躲对面的技能。然后这个战场技能的话，还是推荐你们带猎杀，就是加快前期的这么一个发育速度，不用出二级打野刀太拖节奏了，你就加快发育嘛，不然你出二级打野刀我们没有这个加快发育的这么一个说法，就抵消掉了就，而且我也不需要回蓝什么的，我有个回蓝鞋就可以了，不需要打野回蓝。而且在入侵对面野区的时候，对吧？你可以先二技能把人家推走，然后就一个猎杀就直接带走了。就是如果你带了，就是出了二级打野刀，你这个猎杀可能会打到人身上，就抢不了野了。所以说你也不用升级，就跟石头人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带猎杀的这么一个思路。这一把呢，虽然说输了，但输的还是比较有尊严的吧？你看我这里是打了43的输出，但也是无力回天啊，没有办法。好，这期视频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但是先不要关掉视频，我呢改了一下这个皮肤抽奖的这么一个机制。我们先来看一下上期的中奖玩家，是这位隐姓埋名的少爷，这次更新好自觉啊，现在格瑞克好火都被删得快怀疑人生了。好，那么恭喜这位朋友呢，可以这个任意挑选一个普通的皮肤，然后我们之后的这些皮肤抽奖啊就不会在微博里面出现了，因为我之前是想着，对吧，所有人都可以用微博，对吧，你 YouTube 给我看我的视频的人或者B 站上看我视频人都可以在微博里参与抽奖，然后但是呢这个效果呢不是特别好，微博现在也就300多粉丝， YouTube 已经3000多了，然后每次评论就算我微博，对吧，加了这个抽奖的这么一个好处，但是现在每期评论感觉还是比之前越来越少了，不知道为什么，就算我把这个放到中间，但还是没有特别多人愿意评论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我就把这个移到 YouTube 来了，就之后微博就没有这个抽奖活动了，就在 YouTube 这个下面这期视频下面这个评论就可以了。但是微博呢我还是会更新一些像英雄小 tip 或者体验服的更新消息之类的东西，因为这些文字性的东西嘛，用 YouTube 发视频就发不出来。然后左边是微信号，想要加微信群的可以扫一波。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YouTube 怎么抽奖，还是希望大家订阅一波我的频道，然后点赞一下视频，然后回答每期的问题，回答正确就可以参与皮肤抽奖了，就在视频下面的评论区评论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本期的问题呢就是莫斯卡夫是为谁效力的，就是在这个游戏的这个剧情里面，这个答案呢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我也不会问一些特别刁钻的问题，对吧，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这一期呢是因为是一个抽奖的这么一个新的改版，然后这一期呢，我会抽取2名玩家送这个皮肤。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